以后平日应该都不会开到晚上了，但是假日开台有时候应该会开晚上，就是我要假日开台才会开晚上，平日的话应该是不太会了。会被检举倒是还好了，我这边隔音还不错，而且其实我们这边我住我隔壁那几个都是上班族啦，基本上晚上他才会，最好还是下午中下午开啦，就中下午可以吵一点，晚上就安静一点，晚上不能太吵，晚上开实况基本上我会收敛一点，不然会吵邻居啊，对邻居来敲门，不然就被检举。所以我假日还是会找时间开晚上的。平日的话，大多都是以早上现在这个时间点，大概10点11点开台，然后开到6、7点吧，差不多都这个时间点。这一等感觉我们游戏有，哎，怎么不？哦呦，哦哦，这个蹲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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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！机器人走起！机器人走起！走起啊！找人啊！猎杀喽！这边出来吧！不对啊，为什么不是机器人走前面啊？一个姐走前方没啥小用。我发现我们是全 AD。暗杀教室毕业了，各位同学毕业了。暗杀教室不是要完结篇的吗？我好久没追了，有点久没追，以前会看一下，后来就没看了。没有啊，关台晚上关台也会陪卡萨啊。那卡萨你如果晚上不陪他，他会一直叫。然后这个手里剑，这个普攻，这个手里剑。被撸到了，我有这个 Juke，好会有这个技，我都被他烤爆。干嘛干嘛干嘛？凶欸！背的啦，你还没过来。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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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走开！我的！哎，还是无敌了。我有，我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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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被干了，要被干死。好，你赢了，我走了。哇，这波好亏哦，掉了一堆兵。哦，这个线不错，这个线，这个线我就没有很亏。
加入一个虚弱，哎呦，被带走 ，double kill，enemy double kill。哇，已经有那个锤子了，现在伤害比我高，高五滴。痛欸。我操！被啊！完了完了！嘣！也一换一啊！但还好我六等，不然这波我就被他换掉了。还好我有六等。哎，好，这样没亏，这样就还好。我有机会不用死，我多闪掉一点技能，我应该不会死。我闪掉所有技能，应该就不会死。我没有闪掉，他基本上还得死啊。然后我是有机会不会死。如果刚才是，所以刚才是 faker，如果刚才是 faker，那应该就是我死，他没死。看我被屌破壳，该死了吧你！奇怪欸，怎么歪了？那个 Q， 走喽！其实刚才 Q 王打到也不会，打到也不会死啊，但是没打到就很累。现在基本上他现在有闪，然后点燃他是没有的。所以现在下一波就比操作了。我们这边来给他一个屌 poke。哎呦，干！他这么怕，干他最怕哎，这姐也太怕了。
那我扣两个代金，操嘞！他竟然抢过我手里剑了，我输了，好猛啊！我被教训了，顶尖对决，然后我是被秀了一个，没有，刚才那个把水桶倒哇，被秀爆了，对，中太多 Q 了，我 Q 没倒他了，他都打到我了，他打到我一两包啊。欸，我刚是血量好，我是有先破他的情况，有破得到他的情况下先散他。我们吃兵屌牙，我们吃兵是把他压爆了。我们只是人头数输了点。他干嘛啦？他就一定要换过来刷掉。妈，等等我你杀他，让他看看什么叫做劫的差距啊！等等马拉看看什么叫做劫的差距。哎呦，这个操作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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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多做唢呐一点伤害，哥来收头。带走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个，哎呦，哦，剁，剁，我有干他这么凶啊，我的，漂亮。哎，别忘了，快逃！别忘了，快逃！别忘了，别忘了。该走了。好，等等，我们就可以杀那个姐了。因为现在我大姐的 CD 比他早，等等，我们就抓好我们的大姐，他没大姐的时机，直接操他一波，搭配我们的鬼刀、点狼、E 跟 Q，直接把他带走。哇！但这波其实兵线对我也是蛮亏的，这波我兵线超烂。上我下去，我是拿到两颗头啊，但感觉我们还去做事吧，去干了队友。刘伦，哎呀，可惜。我操！这个大绝，炸弹！哇！哇塞！这凯尔的资源太猛了吧！这凯尔大绝直接 carry 他们呢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！靠背怎么在这啊？吓死人！挤在这里，重伤小啦，凶欸你！
血最凶。哦，还好还好，干，被飙到就死了，被飙到就死去了。看，怎么一直在回家？我发现我们上路是把对面打爆的、欸，NAR 这么糟，麻烦我杀他了。刚刚秀我，想杀我，你永远别把影子用掉，干你把影子用掉喽！妈，赶紧别走，妈走！等，追不到。基本上刚我们大到的话，应该是有机会杀到他的。他影子用掉啊，加上我没有大，他没大。这样的话，等等打起来也不太好。你要等级比我们高一等，他大绝比我们痛。哎、欸，还没换过来，我也要换过来。看来凯尔要来逮捕了，小心点。我干，这边才最快。别走，别走！
哎呦，王安，再一个加速。我干，这个杰这么会跑啊？那杰好会哦。我刚大开草坡是为了躲他大绝啊，顺便堆积其他人。我大他，然后我觉得他应该死定了，我就用影子去干后面的人，就草坡就没死。三路水银呢？我有干这个出工，可惜可惜，没勾到。就知道垃圾想蹲我，我干他怎么十四等啊？那是教我打兵，我又干太凶了吧？哎，这教我想干嘛？哎，啊，我害怕，画面带，靠背好痛哦，靠背红中加。红 buff 打成白痴，我、哦、给个盾，从这个背头。但凯尔好扯哦，我以为我之后不会死哎、欸，然后之后忽然直接不见了，直接消失在这个世上了。好扯哦。看，超烧哎、欸！我刚有200滴血，我还被他烧死哎、欸，也太痛了吧！这红 buff 叫红重击这个伤害，好扯哦！刚以为我不会死，我就一直跑。我刚才 bait 了，就是没 bait 好。哎呦，哎呦，怎么死了？
哇塞！再见了，队友，我没办法，被风筝。包厢跟 Yulia 单挑我不会赢，感觉我不会赢。Yulia 就专门打劫的角色，他有水银的情况下应该打劫。但劫打劫现在我应该会赢啊，我水银。我操，分推到底谁会赢啊？这家伙我也赢不了。你来继续来秀个操作，用操作来杀他，只能用操作来杀了。他跑了。不要！操作有没有 counter？ 遇到我没有所谓的 counter 啊！应该没来杀我了吧？又对我们死光了。应该不行了，要溜了。完了完了，这波水饺，我逃了。这里感觉有点危险的，应该不会出事吧？哎呦！哦，龙应该是掉了。哇塞，好肥哦！直接打不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要被剁，要被剁，要被剁光了，剁被剁光啦！快逃啊！哎呦！直接进来杀也太扯了。哦，那，干嘛要换过去反应一下？看现在毅力好强啊，动不到毅力。我那是个贝特，好，我死了。哇塞，瞬间死。
瞬间队友不见了，我也不见了，哇，又一个不见了，全部都不见了。哦呦，这个饭团，感觉现在不太稳了。快逃啊！炸弹完了！炸弹！炸弹！炸弹！2刀、3刀、4刀、5刀！哦，被砍了4刀，炸弹就剩这东西了。我们要小心八龙。哎，这八龙被秒吃哎、欸。干，这家伙一眼就在背着我。逆转咯，会吗？会吗？完了，就要死去。快逃啊！我感觉巴龙是要喷的，感觉对面会秒吃，这条巴龙应该是走眼了。哦，没有吃，真的没有吃，一还不出水哦，干那我再多花一次。花都背出来，但感觉一样糟糕。大叫声！出来吧，伊瑞利亚！伊瑞利亚，出来！不在，我还应该在。这么追哦，我好像可以。卖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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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卖照。
哎呦哦，再比快哦！冲啊，冲啊，熊熊，没人比你快了，熊熊，熊熊，熊熊，熊冲啊！哦哦，拜托，靠他一下，nice！追 我够久了，哎呀，乌蝶还是比较快。但 AD 买水呢？这个我没看到。我不会死吧？哇，还好，安全。我想要给，这怎么给？哇，三个水银还要这么大，三个水银还要凯尔大，不知道不吃，太好了，吃了会死。一只他也爽，好爽！七七，哇，这场这把输了。哎，水银，我那时候想说，我想说我应该不会死啊。最后手上大，我说有开没开，其实已经没什么差别了。哇，没关系，我伤害突破天际啊！没关系，我们尽力了。我要跟微风说，我要跟微风说，我要跟微风说，还有什么东西？对面是谁啊？好，我们再打一场吧。